你们是宝可梦吗？啊，要找我决斗了？哎，都给你们吃了！哎哎哎，啊，是汽车了！哇、这个大嘴人！Hello, buddy, buddy, 我是 Judas,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星之卡比的新作探索发现的试玩版。单人游玩和双人游玩。但双人游玩的话另外一个人谁呢？莫非是许久未见的幻刺儿兄弟，就是粉卡比、红卡比，哎，粉红凤凰卡比，花卡比，统称卡比 Ranger。哎，有两个模式可以选择，哎，狂野模式和春风模式。与往常一样，能够轻松的游玩星之卡比，体力较多啊，这就是春风模式，是吗？适合不擅长动作游戏的人。直接狂野折磨来吧！哦，熟悉的卡比之星呀，卡比来了！哦，今儿的天气真不错，在这矜持啥呢？撅了个小嘴，在那装，赶紧张个大嘴，把这鞋吃喽！趴上去了，哇！真快乐，嘟嘟嘟嘟嘟嘟。为啥天上的云是漩涡状的呀？哎呦，前面变天了。哦，仿佛它在往天上吸着什么东西啊。哦，电闪雷鸣，炸出来个大星星，怎么都跟星星有关呢？五角星还是？它咋还吓出来个表情包啊？眼睛不一样了。马铃薯仔被吸上去了，哎呀，卡比的食物没了，呜，都被吸走了。哎，要撞了，完了，卡比也被吸上去了。哦，呀，这是个时空乱流吧？哟，好多东西，一辆车，怎么还拧着个麻花了？哦，我被卷到了一片海滩。醒醒！再不行被杀捂死喽！完了，人没了。哎，他醒了，哈哈。哇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哟，一片森林。哇哦！哎，我能吃什么东西吗？那有个螃蟹，来看右边。我去吃螃蟹了。呜、哦，我刚刚吸到啥了？反正不是螃蟹啊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可能吸了个螺，哎，吃螺丝粉，哎哎，下水泡泡水啊，呼呼，哎，自带游泳圈哎，哎，这螺丝能吞掉吗？啊，呜、哦，我吞了，这消化系统真好哎，哟，这是个大菠萝吧？我能吃不？嗯，哎，看，大口呼吸啊！啊，刚刚那樱桃小嘴都是装的，行不行？啊，哦，我就跟个吸尘器似的，吸了个啥？吸了个石头，能吞吗？我把石头都给吞了。哇，这卡比也不会得胃结石吗？啊，这是。哟，又吃个石头，还赶紧吐喽。好，到这边来。哇，有好多的金币啊，这里面。哎，刚才把这个花打开了，啊，里面有个金币。哦，往这儿走，哦，让我跳跃，啊 ，A 键跳 ，Oh my， 哎，这有个小花包，我能把它吸开吗？吸不开呀，那我慢慢把它吃掉，碰一下它就开了，哎，这啥呀？蒲公英吗？哎，让我吃蒲公英，嘴里一口毛，吃不了，哦，上面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啊？我去看看。哦，好多金币呀！虽然不知道捡了有啥用哈，啊，吸入，哎，我早都会吸入了，这是。啊哈，这不是肌肉记忆吗？还用教我？好，往这边。这是个新怪呀，小福尼。哎，你好啊，来来来，来抓我呀！感觉他的腿跟我一样哎，你是瞎子吗？啊，我就在你面前在那看半天啊。卡比在哪里？他又看不见我了。哎，我吸。他有什么能力呢？让我吞了试试看。啊，啥都没有，就消化了是吗？哦，卡比杀生了 ，no， 他把狐狸生吃了，这是。哎，这边啊又有金币。哎，我能过去吗？啊，仿佛不行，那边有空气墙。
这个树能上不？也不行。哎，话说都这种 3D 视角了，我就不能飞高点吗？啊？哎哎哎，咋回事啊？飞累了。呵呵，嗯，一个大砖头，哦，吃了吃喽。嗯哼，嗯，再弄个樱桃。好，往这边走。这谁呀？啊，乱丢垃圾。哼，看我，呵呵，把它给收拾喽。嗯，接着往这边走。哇，大城市哎，哇哦，呼呼，好繁华。就是怎么长绿毛了呢？这是可能这儿没人哈，嗯，就是没人打理，就是这样的，怎么样？呜、哦，这不是见识吗？啊哈，等着，我把这个吐了啊！来嘛来嘛，我吃！呜、哦、呼，我是见识卡比了。哎，我削他！哎，怎么攻击呀、啊？啊，还是吃这个键攻击是吗？呜、哦，看我削！哎，我再削！哇、哦，回转劈，挥挥！啊哈！哎，他在上面我劈不到吗？哦，等会儿啊，我按住是可以蓄力的是吗？哇、哦，陀螺卡比，嘿嘿，哎，这上面也有个陀螺，嘿，呵呵，你跟我是近亲啊啊，我切死你，去，哼哼，直接砍飞，哇、哦，一个大蓝心儿有啥用呢？哎，这个垃圾桶，呜、哦、呜，我打翻了垃圾桶，恶霸卡比，前面一个小蘑菇头，给我切，嘿嘿。哇，见识！来，我们比剑，看谁更剑。哎，哈哈，呜、哦，我剑，啊哈，啊不是，是我的剑厉害啊。那、啊、好，接着往上飞。哇，能量饮料，我喝。呜、哦，血满了。嗯哼，好，接着到这边。嘟嘟嘟噜嘟嘟嘟噜。呀，这啥呀？哦，等等等，这炸弹人。哎哎哎哎，蛇气能力，哈哈，我要炸弹了。哎，我吸。呜、哦，哦哈。嗨，来呀，炸我呀！啊，我们对炸，怼着你炸。哎，话说我能不能改视角啊？哦，可以的嘿，但是还是从上往下看呢。嗯，那就这样吧。回，嗯，我炸，哈哈，来嘛来嘛，哎，跟我炸呀！嘿，我炸死你！呼，哼哼，好，走这边，又是个陀螺。哎，来撞到我炸弹上，哈哈，哎，直接撞死了。哎，瞎子陀螺，哎哎哎，我失足了，失足了。嗯，还好可以飞上来。嗯，我炸，就因为躲你。嗯，好，从这边捡个金币。歪，哟哟哟哟，哎，这管里面怎么飞呀、啊？我试看啊。好，慢慢的降下去，往里面。不行了，飞。还掉下去了，没事啊，又活了，好吧？嗯，我这是在一个楼顶吗？天台？哎，这是空调机。我炸了这个空调机，他们没空调用，嘿嘿，啊，炸不了，太硬了，好吧。哦，吃了个胡萝卜啊，加了点血。哦呦，瞎子陀螺，来嘛来嘛，我炸。呜呼，哇哦，我是要进这里面吗？这是个商店还是什么地方啊？嚯，嘟噜嘟噜，哎，哼，感觉是商店啊。你看，哦，售货台，啊，这是 4S 店呢，汽车。哦，小狐狸，这么多的呀！啊，我朝我冲来了！你们是宝可梦吗？啊，要找我决斗了？哎，都给你们吃了！哎哎哎哎，啊，吃汽车了！哇、这个大嘴！哎，装进去了，不会噎死吧？我是汽车卡比了，这嘴不会裂吗？啊？我感觉啊，这个卡比呢，他这个嘴唇一定要保持湿润啊，万一干燥一点啊，这嘴唇就裂了，那不堪想象。哎，我发现这个炸弹人的帽子还在，哎，哇，我不会是个炸弹汽车吧？哦，等会儿，这个车有名字的，汽车塞满嘴，这啥名儿啊？啊，呜，来嘛，滴滴叭叭，呜，旋风冲锋，啊哈，来嘛来嘛，咚，撞死你们，嘿嘿，哎，好像没什么可撞的。哦，哎，我还能跳的呀！刚刚提示我，哇哦，我是蹦蹦车，呵呵，呀、yeah, ，哈哈，来嘛，把这些箱子都给撞毁了。哼哼，还有哪能撞的呀？哎，仿佛没有了。哇，这是个修车厂呀！啊，这是 4S 店的啊，这保养服务是吧？嘿，我撞，在这边撞啊，涡轮冲刺，哎，前面强烈了，嘿嘿，来吧，住，直接撞开了。太帅了，哼，
上吧，卡比号！呜呼呀，漂移！吱，哎，会不会把这个轮胎烧了？吱，哎，来嘛，烧胎！呜呼，都不是我的对手了。话说我变成车，这不就无敌了吗？啊？哟，我撞了个啥呀？啊？这里面我怎么造了个桥洞啊？我还是个打洞机吗？哎，这边能走吗？我竟然能撞桥洞，我是不是这些地方都能撞的呀？哎呦，我连桥洞都撞得开，我一路灯还撞不碎了，我这奇了怪了，这不 GTA 了啊，这是。嗯，好，往这边走，呜，太帅了啊哈！哇，一堆钱，哇，发财了，嘿嘿。咦，再到这边来，吱吱，呼呼，哎呀。胡乱的漂移，嘿嘿，甩尾，哎，我甩，我再甩，哎，醉酒卡比在线开车，嘟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噜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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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我如果正常开车，这速度是没这个冲击快呀，哎，貌似是这个节奏啊，等会儿，我这个小脚是不是在后面摆呢？这两个小脚，大家看，哎，我摆，哎，摆动我的脚，哎，往前走，摆一下，往前走，摆一下。嗯，好，到桥对面去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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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嗯，啥情况？这天上，哦，这麻薯人被抓了。哦呦，这些小乌鸦是啥玩意啊？新的敌人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开到地方了，怎么的？这个地方还要我自个儿跳吗？要吐出了，我不想吐出，我还想开车。哟，不行，我跳过去，我跳不过去呀，啊，那只能吐出了是吗？哎，我吐，呜呜呜，哎，那能再吸呢？哎，哦，我有这个炸弹能力是吗？要是没有炸弹能力，吸进去会怎么样？哦，就是普通的车了，哎，上面没有帽子的还，嘿嘿，哎呀，没有帽子的也还不错嘛，真是啊，少了点点缀而已，呵呵，嗯。话说我为什么不一整口把这个车吃了，还留个轮儿？哦，也是啊，这个轮儿在地上磨，那到时候不是磨我的嘴吗？这是，呵呵，嗯，得口腔溃疡了。哇，好多废墟啊！这边可能发生了一场乱战哈、啊。咦，往这边走，为什么没有 BGM 了？难道要打 BOSS 了吗？哼，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有 BOSS 了，是不是 BOSS 要来了吧？啊？哦。哇哦，又在这装呢啊，撅着个小嘴巴，什么情况？这个狐狸，哦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哎呀，把我这马铃薯人都给抓了还、哎。啊，哪还有漏网之鱼呀？这是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大蝴蝶？不对，这不是蝴蝶，他用耳朵飞呀，他缺了一个脚。哇，逼到角落了。喂。为什么他用这个金的呀？啊啊，他肯定不一样，比较值钱。哇哦，还那三个鸟驼呢？哦，他被抓了，怎么办？我是要救出他吗？嚯、哦，还被两个狐狸守着。哼，看我把这两个狐狸吃喽！这就是 BOSS 了吗？啊，不是，请来折磨一下我行不行？我是狂野模式，哎，哼，看我吸，我再吐。哦，这也能打到我的吗？啊，哼，等着。我再吸，不是就这么一个呀？哎，吐你，再吸他，哎，再吐他，一点难度都没有啊！啊，哎呦，打完了，给我个慢动作。哎，那前面这个怎么办呢？我把它给吃了。我吃啥了啊？我吃啥了？快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啊，一个石头。嗯，哎，我是把它吃了吗？把这三个鸟吸喽！哎，哎，吸不了啊。啊！碰它一下，鸟就飞了。呼，喂，经典舞蹈啊！哇哦，他怎么会的呀？啊，谢谢你，真是得救了啊！啊，不过他们瓦豆鲁迪们都被抓走了。啊，对，那些马铃薯人叫瓦豆鲁迪哈。嗯，小镇遭到了好几次袭击，虽然大家都一起努力反抗啊，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啊，他是个人嘛，我得赶快去救他们才行啊！啊，那你去救呗，在我这巴巴啥呢？这是，呜、哦、哇、哦，卡比之星闪亮了！什么？
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救他们吗？谢谢你。我说话了吗？我哦，你叫卡比对吧？哦，你咋知道的呢？我叫艾菲林。哦，请多关照哦。啊，请多关照，请多关照，哈哈，我把你吃了，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关照。嗯嗯，我吸不进去呀，我哇，好顽强，我这是。嗯，我再吸，我跳着吸，我跳吸，吸不了，完了。哼，嗯，哎，那我只能坐着这个星星走了是吗？等会儿，让我看看这四周有没有可以吸的东西。哎，漏网之鱼，万一就有个石头呢？哎，哈哈。哎，这个砖头能吸吗？啊，不行！哎，这个小石子儿，哟，都吸不起来了呀。那我只能走了。啊哈，过关了。哦，还有一关呢，草原建筑。那我们就下次再玩吧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那么下期见 ，Enjoy Wonderful Life。